和尚，打扰了。阿弥陀佛，老衲为本寺住持，阁下带兵包围本寺，请问有何贵干？请和尚包涵，本官要与扬州鉴真大和尚说话。贫僧就是鉴真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大和尚，我们奉命护送你返回扬州啊。 贫僧率领弟子云游四方，讲学授戒，尽佛家义务，为何要返回扬州？本官只是奉江南东道采访使大人的命令行事，至于其他的事情嘛，我就一概不知了。是押送吗？这，在回到扬州以前，请大和尚多多配合呀。 小红，快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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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弟子们，这次我们的行动极其缜密，为避开人群，我们走的都是山路。 官府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踪，派出重兵包围遣送呢？师父，会不会是法进在福州购船时出了事，引来此祸？我看不会。如果法进出了事，官差会在谈话中有所交代的。 官差，不许我们跟随大和尚，让各自散去。又让大家受连累了。大和尚，不用担心，我们各自有回去的办法。看来，咱们只能在扬州见了。 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钱，拿给你们路上用了。哦，师父过虑了，我们都有手艺，到哪儿都能找点活干，还能缺得了钱用，请师父不必为我们担心。表哥，我们先走一步了，你要自己多保重。放心，你们一路也要小心。 师父，多保重。青花，请起。没想到这次又失败了。别人辛苦还好说，只是让你跟着受苦。 贫僧于心不忍呐。师父，下一次东渡，琼花仍然会跟着你，漂洋过海的。好，大家一路小心。大和尚，多保重。
弟子灵佑拜见师父。徒弟们请起。自从师父走后，弟子日夜思念。我也很挂念你们呐。两年没有音讯，原以为师父已到了日本，可没想到。问候大和尚。师父回来了。阿弥陀佛，师父你终于回来了。菩萨保佑，我们终于见到师父了。哎呀，师姐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师姐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师兄啊，回来了。身体怎么样啊？来来来，东西给我，我给你拿。来来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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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跟随的僧人，就让他们各自回到原来的寺院去吧。我只要求你们今后对大和尚要严加防护，不能让他再冒险东渡，不得再有任何的疏漏。那两位日本僧人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两个人真是麻烦呐。东渡已经失败了，如何安置这两位日本僧人，我看还是征求一下大和尚的意见。也好，我估计遭遇这么大的挫折，再有雄心的人也难以东山再起了。更何况大和尚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，再图东渡谈何容易啊。大和尚，各寺诸僧回原来的寺院，我没有意见。但是荣瑞和普照最好留在我的身边。东渡既然不成，我想教他们一些戒律，多抄点经书。啊，大和尚要留他们在身边，我去求采访使大人应允。多谢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啊，大和尚能住在本寺，是给本寺增辉添光啊。有什么要求尽管说，方方面面我都会照顾好的。我有个心事一直想不明白。哦，大和尚请讲。这次江东采访使为何会千里追踪将我押回扬州？大和尚有所不知，这是你的弟子灵佑苦心筹划的呀。灵佑？他怎么筹划的？灵佑从一位越州来的僧人那里听说，你们触礁沉船，困在了荒岛上，被明州太守相救，他悲痛万分。又见你滞留浙东一带，迟迟不返回扬州，断定大和尚还是在那里想寻找方便再图东渡，所以便呼吁扬州各寺三纲联合上书请愿，要求官府将你拦住，扬州府又将申告文转到江东道采访使，这才有了官兵千里追寻护送大和尚返回扬州的壮举呀。大和尚，大和尚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。好，上座。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香火怎么这么旺啊？鉴真大师回到扬州的消息一传开啊，
每天到崇福寺来庆贺送供养的香客不断呐。哦，师傅呢？我也在找他呢。施主，请稍后。施主，请稍后，请稍后。多谢了，多谢。多谢大和尚，大和尚，请起。施主，且慢，且慢。师傅，施主要见您呢。我有功课，我怎么解释也不行。他们见不到您，都不肯罢休啊。师傅，请起，请起。大和尚一路风尘，受尽磨难，比两年前见到你的时候可是憔悴多了。师傅，你身体还好吧？还好，感谢施主们的关怀。太好了，弟子灵佑拜见师傅。那就好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走。哎，司徒，你过来，干什么？你过来呀！干什么？师傅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师傅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你要是不告官，我们也不会被押解回来。现在也许已经在日本了，你这都是一厢情愿。你们就算是上了船，万一遇到风浪怎么办？万一船又沉到海底怎么办？从大唐通往那个岛国的海路并非如履平地，即使是日本遣唐使的船队，每次兴师动众也不一定全部都能靠岸，十有三四都葬身海底。你作为弟子，难道就不想一想，师父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人，怎么能拿生命去冒这个险呢？你的想法也对，可师父的想法更对。我看师父东渡不光是荣瑞和普照从中鼓动，还有你们这些跟随在师父身边的人也没起什么好作用。你师兄说得好，可我看你也没让师父少受罪啊。我怎么让师父受罪了？让重兵押解回来，那不是受罪吗？那是护送师父，你懂不懂？有那么护送师父的吗？不那样的话，师父现在能回到扬州吗？师兄，我觉得你太自以为是了。我自以为是？对，你和那些人一样，千方百计阻止师父东渡，都是站在自己私欲的立场上。你说什么？师父，哦，你们也早点歇息吧。是是。师父，我有话想说。哦，师父，灵佑真心诚意为你的健康着想。作为弟子，我是不忍看着师父受苦啊。是吗？你先回去吧。师兄，你回去吧。师父，弟子灵佑阻碍师父东渡弘法，罪过非轻，恳请师父宽恕。但是师父也要理解弟子的心情啊。去日本弘扬佛法固然重要，
可你年岁大了，怎奈得爬山涉水，远渡沧海。师父乃江淮律宗大德，倘有闪失，弟子们也无颜在世上苟存啊。师父，无论你如何生弟子的气，但是弟子跟随师父多年，深知师父悲悯情怀，让那两个日本僧人一鼓动，便不顾个人安危而身扑沧海，为了那个岛国的众生而遭受磨难，不值啊，师父。灵佑，弟子在。乾坤一体，大道无私，疆域虽殊，佛性不异，这个道理你懂吗？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吧。自鉴真大和尚在崇福寺住下后，崇福寺的香火前所未有的兴旺起来。哦，善男信女们纷纷前来拜望大难不死的大和尚，为他烧香祝福。大江南北许多寺院也派出僧人前来慰问，并且邀请他去讲学和受戒。还有哪些州县？有润州、常州、台州、苏州、瓜州、宣州、花州，以及江宁等数十个寺院都派了人来。哦，好好好，你们看看。哎呀，这么多手啊，真是太丑了。哎，走来。大人，自从大和尚被安置到崇福寺后，崇福寺从早到晚前来敬拜的香客不断，大江南北许多寺院的僧人都远道而来，邀请大和尚去讲学和受戒，盛况空前呐。我们看管大和尚是越来越困难了，这香客人杂，万一日本僧人再与鉴真大师沟通私自渡海，官府问罪我们可是承担不起呀。那你们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吗？大人，我看最好能把大和尚秘密转移到一个清静的寺院去，避开那些热情高涨的信徒们。秘密转移是可以的，但是除了不能远行之外，衣食住行都不能让大和尚太受委屈了。是是，你们看哪一家寺院比较合适啊？大明寺比较清静，鉴真和尚以前又在那里常住，只要保密，拒绝外人来访，就会万无一失。可以，但是要增加看护人员，不准许任何番僧去见他，尤其是那两个日本和尚，以防不测。是大人。大和尚，好久没有欣赏扬州水上的景色了吧？自从大和尚归来后，住在寺里，贫僧照顾不周，多有委屈了。哪里，添麻烦了。不敢不敢。官府怕大和尚再次东渡，再三下令寺里要严加看护，尤其拒绝与外人来往，
可他们哪知道大和尚德高望重，前来祝贺的僧众们挡都挡不住啊。面对如此的压力，贫僧也是无能为力。不过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还请大和尚谅解。无需多言，贫僧能理解你的处境。阿弥陀佛。请问鉴真师傅呢？大和尚走了，不在这里住了。上哪儿去了？我不晓得。师傅他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了两天了。哦，走。哦，不行，你们这样做岂不是把师父软禁起来了吗？怎么是软禁呢？只是让他避开众人静养几日吗？那为何要在大明寺派兵把守呢？哎呀，那是官府的意思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？是啊，什么官府的意思，分明是你们胆小怕事，不敢承担。灵佑上座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让官府把大和尚追回来严加看护是你的主意啊。事情弄成现在这样，你不能赖到我们的头上。可我并没有让你们勾结官府把师父软禁起来呀。哎呀，灵佑上座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大和尚回来后，崇福寺天天人满为患，像赶庙会一样。我们也是保护大和尚啊。是啊。本来我是出于好心，怕师父年高度海，生死难测，求官府出面劝他回来颐养天年。可是现在你们这样做不是在保护他，而是在迫害他，在给师父的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啊。哎呀，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是啊，采访时再三的告诫我们，如若大和尚再悄悄出走东渡日本，就要拿我们试问，万一有个差错，这责任谁承担得起呀？是，够了，别拿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的胆小怕事做掩护了。你，阿弥陀佛，怪我灵佑，弄巧成拙，害了师父，我真是罪孽深重啊。荣瑞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以前两次都是对咱们两个日本僧人下手，而这一次直接对鉴真师傅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靠我们两个人请师傅东渡实在是太难了，要成就大事业哪那么容易。可现在这样的局面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？等待，我相信师父不会因为失败就改变东渡的信念。小燕，啊，师兄，你又来了，我来看看师父。哎，师父，来，
香烟，师父不再理我这个弟子了。哎呀，师兄，不会的，等过两天师父的气儿消了，也就没事了。不，不会的，师父应该生我的气。我把师父害惨了。哎，师兄，我想师兄也是出于好意。师弟，你真的能理解我的心吗？我本来是想把师父迎回来，可是山高水深，怕师父危险，不得已才采取那样的办法。这几天看到扬州僧侣百姓为师父重回扬州而奔走相告，每天到崇福寺来进香还愿送贡品的人络绎不绝，我内心的喜悦也无以言表。可是现在我才知道事与愿违，给师父带来了巨大的痛苦。香烟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如今木已成舟，我就是死也于事无补了。师兄，师兄，都过四更了，师父也安歇了，你回去吧。啊，我每晚都要从龙兴寺来师父门前请罪，不过五更不回去，直到师父消气的那一天。灵佑师兄，你就回去吧。发什么呆呀？喂，你知道吗？如果长期不解禁，那咱们就很难在东山再起了。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回到扬州这些天，看到僧众对师父的情感，还有官府对师父的防范，都开始让我怀疑咱们的行为了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到底应不应该让师父去日本呢？怎么，要打退堂鼓了吗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想，贤哲之人是国家的宝贝，无论是大唐的众生还是官府，他们都不舍得让师父东渡啊。正因为师父是了不起的高僧大德，我们才要不惜生命代价将他请到日本去。可是我真不忍心看着师父为了东渡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受这么大的折磨。我也不忍心，可是为了日本的众生，我们只能一往无前，不能退缩。普照，你忘了鸠摩罗什是怎么到长安了吗？那是300多年前的事了，我怎么能忘呢？你想想，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这300多卷文字优美的佛经，都是鸠摩罗什到长安以后翻译整理的呀。对呀，那时候前秦国王苻坚听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精通佛法，是学者们的宗师，便答应鄯善国游说出兵的请求，派出70,000大军西征，打败了龟兹、乌齐两个国家，将鸠摩罗什迎请回中土。可惜啊，走到半途苻坚亡国而死。后秦国王姚兴继续迎请，又派出大兵西征，打败了后梁的吕龙，这才将鸠摩罗什迎接到长安，代之以国师之礼。你想想，在那个时候，为了让有崇高德行、伟大智慧的人来辅佐治理国家，先后两个国王竟然相继派出100,000大军两次征西，历时11年才完成此心愿，这是怎样的气魄呀！我们只是两个僧人，面对的却是汪洋大海啊。是，我们没有权势，没有军队，可是我们为国家、为众生迎请高僧的功德，那是一样的。普照，以后不要再说这些泄气的话了，知道吗？站在师父门外请罪，从一更站到五更，都30多天了。给他一句，劝他回去。是师父。
吗？不，师父不消气，我就不回去。师父是个宽宏大度的人，等他气消了，就自然会原谅你的。大弟不要陪着我，小心着凉受病。不，你不走，我也不走，我陪着你。法弟，着凉了吧？来，我带他们来见大和尚。进去吧。好，进。师父。嗯。哦。拜见师父。拜见师父。周居士，琼花，你们回来以后还好吧？哦，还好。师父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呢？没关系，名曰保护，实则软禁呢。啊，师父，灵佑法师现在也是追悔莫及呀，每天夜里都在你的窗前请罪呀。我能理解灵佑的行为，而灵佑能理解为师的心愿吗？啊，师父，他其实也是好意呀，谁能料到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？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法进，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也许他的船已买好，备好了粮，正盼着我们到达福州呢，而我们却在这扬州安居下来了。哎，见过大和尚。灵佑已经认错了，大和尚宽宏大量，就原谅他吧。大和尚有所不知啊，你离开扬州的这两年里，灵佑对你的思念之情，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是啊，师父。灵佑的事情就先不要谈了，我有一件事想请你们帮忙。大和尚请讲。白塔寺的法进从福州回来了没有？我很牵挂他。大和尚放心，贫僧派人去打听，如果他人已到扬州，就让他速来大明寺。那好，拜托了。阿弥陀佛。